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群体终结了好几个王朝，这就是文官集团。历史记载中留下文官作恶口实的并不多，然而这个群体却是架空皇权的内斗行家，同时也盛产奸臣，导致了多个王朝的覆灭。早在三国赤壁之前，东吴君臣讨论是战是降的时候，主降的就是孙策托孤的重臣张昭，反正都是当臣子，无论统治者是孙权还是曹操，他们的地位并不会降低。但在当时，因为周瑜等武将的地位更高，孙权才选择了抵抗。唐末各藩镇起兵，大唐岌岌可危，文官们居然还在争论曲江堰的废流问题，所以丧心病狂的党派之争葬送了大唐。宋朝的文官更是肆无忌惮，宋朝是最富庶的朝代，却被外族轮番凌辱，敌情被贬，岳飞莫须有，辛弃疾被冷落，以及多次北伐失败，都体现了文官集团不惧亡国、专注内斗的特点。明朝就更加恶劣了，土木堡之后，文官治军，军中乌烟瘴气，战力低下，崇祯君王死社稷，然而文官们跪完李自成又跪满清，即便是南明文官仍然热衷内斗，最终很快被灭也是意料之中。说到底，文官集团存续的关键还是战胜政敌，不是保家卫国，他们优先考虑的是党争，而不是抵抗外敌。